西城说事，沈西城、林康正 Baby 同你论尽天下大事、香港日事、昔日往事。嚟到星期五晚嘅西城说事啦，今日咧又得翻我同沈大哥啊，因为咧康正就去咗马来西亚，系啊。同我唔記得咗馬來西亞定菲律賓，同阿啤利哥倫去咗，好開心啦！咁啊，等翻我同啤啊同阿沈大哥喺度。不過唔緊要，咁而家都第一節，我哋講翻馬啦，都係。咁而家係季尾咯，沈大哥唔知對啲馬有啲咩睇法咧？啊！我上次咧就係我做你又唔舒服，今日咧就阿康靜去咗外邊。不過我覺得習慣㗎啦，即係證明咧年紀大有好有工作心，未試過甩底，未試過唔出現，係。講起季尾的馬咧，就好多馬迷咧。嗰次星期三去馬會撞到啲馬迷咧，大家傾偈咧都問：喂，點解咧近來咧莫雷拉唔係好似季初一樣咁多場啊？咁，其實好多人係陰謀論啦，係咪唔去馬啊？係咪食滯咗啊？咁，我話唔講陰謀論先，我先講下即客觀嘅分析。咁因為馬咧，香港得千幾匹馬。今季咧加多咗五日嘅賽事，你又可以睇到咧，其實咧馬嘅數目啊，不足以應付咁多嘅賽事，所以啲馬嘅場數咧出唔滿啊，十二隻出十隻，有時係八隻，十四隻馬咧出十二隻、十隻，咁啊呢個情形即係話俾你聽咧，馬嘅數量唔夠，即使夠咧，有啲馬跑咗咁多場要休息去透暑，係應付唔到，所以馬會咧。如果你話想加五場咧，今季係第一次啊，我唔怪你啊，你就考慮一下咧，下一季如果你又咁咧，馬匹嘅數量要增加，咁先可以咧就唔會出現咧到啊季尾嘅冷場，八場啊十場，咁啊仲有馬師嘅場合咧就容易做事，就容易爆冷嘅，咁啊好似咧你睇到咧星期三晚連氣爆咗三隻翡翠劇院。財神嗰啲馬咧爆，咁老實講，翡翠劇院呢只馬咧就冇路足嘅，即係你淨係睇唔到啊，就好似咧阿火車潘嗰只唔知咩成甲啦嚇，咪又係爆八場賽事，有三場賽事嘅獨贏二十倍、三十倍嘅，呢啲馬咧就香港啲普通馬迷買唔到嘅。咁由於咧呢啲就係季尾咧出現啦，因為你馬少啊，你睇唔通佢啲馬咧。有啲咧就跑得少嘅，有啲咧就初出冇幾耐嘅，咁咧一啄啄咗你，咁啊只有咧即係幕後嘅人清楚，我哋馬迷買唔到，尤其尾場嘅翡翠劇院咧，你點都買唔到噶啦呢只馬，財神又係佢衝上嚟配個賴慧銘，賴慧銘啊傷咗以後咧出翻嚟跑咧未win過嘅，忽然間驚住用佢就爆。三十幾，冇人估到，冇人估到，所以呢啲馬咧就對馬迷啊，我唔係好福分，唔係好福氣，你係輸錢有份贏錢冇份。咁啊，至於咧阿莫雷拉咧，係贏得一場，就兩場 place。咁啊，如果一般嘅騎師，你係當收貨噶啦，因為佢係莫雷拉。咁啊，但係講真，莫雷拉咧有啲馬咧，對唔住啊，嗱呢個冷氣好犀利，即係莫雷拉咧。唔係神仙，咁佢有啲馬咧嘅實力咧真係唔係咁高。如果以演出嚟講咧嚇，即係前列嘅馬啊騎師啊莫雷拉咧，就好到冇得彈。我點解咁講？你比起其餘嗰啲前列嘅騎師，最出名嘅叫潘頓，國林，你睇下佢哋嘅演出係好唔穩定。咁啊，尤其咧呢個潘頓。近日騎一隻文嘅馬家咧，就跑到一決賽咁，次次後上佢就放頭，咪居然咧競賽少咗啊冇聞到，於是乎咧嗰啲馬迷啊、嗰啲傳媒啊，個個咧就大力崩呢個競賽小組嘅主管啊祁麗軒，咁啊祁麗軒啊仲不但止咧唔承認自己有乜嘢過失啊，仲出嚟咧同阿潘頓解話，佢話呢只馬咧就重口。所以咧就潘頓拉唔住，
人哋嗰啲馬迷、嗰啲馬評專家嘅神經，潘頓咁叻都拉唔住只馬嘅，咁做乜嘢叫做頂級騎師咧？嗯嗯。咁仲有一隻馬咧，有重口，佢拉得到嘅。係。啊，咁咧即係話咧，點解咧咁？你解唔到嘅。咁有呢啲咁嘅情況咧，我話佢覺得對馬會咧係有害而無利。嗯。咁樣落去咧，就唔止一次兩次啦。更加令到人哋諗起咧呢次嘅事件，同阿小妹罰七日，其實上利多。咁啊，你睇到咧，明顯喺最後嗰一百多米咧，小妹係控制唔到只馬。但係馬會咧競賽小組啦，即係祁禮軒先生咧，一口咬定咧呢一位蔣小妹咧未盡全力，係未盡全力同不能控制只馬咧係兩回事嚟。但是咧個賽果咧都影響個賽果，嗯嗯，由於佢認為咧蔣小妹未盡全力，所以咧呢只馬跑第四咧，佢都要罰阿蔣小妹咧就七日。咁從此咧蔣小妹咧就蒙上一種咧一層不未盡全力嘅陰影咧。未盡全力都有得、啊、有得俾佢咁樣講、啊，未盡全力嘅意思咧就歪啲咧就係、哎、你有啲做馬嘅嫌疑。是咩叫未盡全力啊？即係話你盡全力只馬會跑好啲嘛？你未盡全力嘅，即係你有問題啦。咁其實對小妹咧，將來拆騎嘅前途咧，係蒙上咗一層陰影。係係。咁啊，看台公論咧，大家睇過啲片段咧，我個人都認為係蔣小妹咧控制唔到上輩多呢匹馬。咁點解咧？佢罰咗之後咧，第二個禮拜輪到偉達咧，一樣係跑第四，一樣係斜出，一樣係有問題外閃。咁啊，偉達盡力控制啊！咁啊，偉達咧個班次又高過小妹多啊，十三屆冠軍連馬師啊騎師都可以係跑第四啫。咁你點苛求我哋嘅蔣小妹咧？相反，我哋潘頓先生咧，唔係淨係呢一次噶啦，嗰啲外眼嘅鏡頭咧就唔係我講嘅，你可以去睇香港所有嘅馬經報紙嗰啲馬評家寫出嚟。有啲公開質詢咧，蘋果又公開質詢祁禮軒，佢係若無其事，咪使我懷疑到咧。而家我哋香港咧就係外國人統治，就唔係中國人統治噶啦。外國勢力喎，外國勢力噶啦。喂，呢啲咧我發覺得中聯辦應該化下先。呢啲直情係外國勢力控制咗我哋香港嘅馬會。而家香港馬會就唔係 Royal 啊，唔係英皇御準啊嘛，有香港特區嘅賽馬會啊嘛，係中國人話事啊。我唔係強調呢個民族主義啊，但係點可以俾呢個祁禮軒呢個澳洲人啊嚇下毒手啊遮天？係話咁就咁，完全唔當馬迷嗰啲馬評家係一回事咧。我問咧，邊個俾個膽佢？邊個俾個權力佢咧？咁我認為呢個德國佬咧，呢位應家伯先生應該正視啦，因為應家伯俾人哋覺得佢係好開明啊，做嘢好好。點解你會睇唔到祁禮軒咁？咁啊，仲有啊，幾匹咪兩匹馬跌咗落嚟，嗰場賽事係話要取消，佢唔取消唔緊要啊。嗯。你一跑個終點 ，inquiry 都冇，言訊都冇。嗯。就有佢啦，就當派彩。喂，你知嘛？有時一隻馬出唔到閘啊，你都打 inquiry 言訊。何況兩位騎師跌咗落嚟咧，你都唔言訊，派彩作神。咁呢場馬咧，其實好慘。莫雷拉只大熱門呢個三甲必就係俾只兇馬撞一撞佢咧就冇咗。咁你對呢啲馬迷係不公平，完全你唔言訊就算數啦。咁喂，點解呢個祁禮軒咁大膽？咁我諗到啦。標準咁。唔係啊，佢不嬲得，我諗到啦。原來佢冇網管。哦。即係佢唔係最大，但係佢可以咁做，即係上面啲人重用佢，係咪先？即係冇網管，你真係要查。所以馬會係咁，因為佢私人機構，但私人機構公開接受投注，係咯。佢嗰啲競賽小組係咪佢自己請嘅？就冇我哋公眾嘅人入去嘅。嗯，即係譬如話有個普通嘅馬迷又冇嘅，完全冇㗎嚇。外邊啲任務係佢冚唪唥自己有維威維嘅啫。嗯嗯，啊，佢唯一嘅貢獻就抽好多博彩税做善事嘅啫，除此之外咧，佢啊，但係你知道喎，你啲博彩税咧就唔係啲澳洲人俾，係我哋香港馬迷投注，包括大陸嗰啲同胞投注，同佢哋冇關嘅。佢哋點解會咁巴閉咁大聲，可以咁樣做咧？
如果我哋啲馬迷唔投注，我哋嗰個同胞唔投注，一來香港嘅政府收少個博彩税，嗰班鬼佬澳洲佬翻去澳洲揸牛奶都得，話俾你聽啊，冇得撈噶啦，馬會冇啦，你撈咩啊？你係咪先？我哋馬迷嚇、啊，中港台嘅馬迷先係你哋馬會嘅老細，就唔係你哋嗰啲董事，你哋咁咩啊？祁麗軒啊，應家柏係老闆，嗯，對唔對？咁而家你哋做啲乜嘢咧？應家柏跟埋咗，誒、哎，我哋會就炒乜嘢啊？直情係炒咗呢個祁麗軒魷魚咧，就天下太平，係知嗎？自亂世用重典啊！一而再，再而三，喂，我唔係誹謗你喎。你去攞個報紙查出嚟，係咪證據確鑿嘅喎？對唔對？你馬會又唔可以唔俾人哋講嘢喎？而家自論自由，人哋而家真係睇到問你喎，唔係話你個私生活，係話你處事有啲欠公允嘅嫌疑喎，對唔對？你咁樣啊，啊仲有澳洲幫啲騎師啊零舍走得甩嘅拍保啊，佢乜嘢都可以嘅。但係咧，香港啲華籍騎師喐一喐個罰，賴慧明啊又罰兩日啦。張家琪又罰啦，一就梁家俊又罰啦，楊明倫又傷啦嚇，佢中意罰罰一潘火車潘都罰啦嚇。總之咧，佢呢啲罰得最多。啊，你嗰啲澳洲幫嗰啲人罰得最少。咩啊？競賽少咗，澳洲人即係你未必係，但你俾人哋有種疑點。喂，點解咧？嗰啲香港騎師如果罰得咁淒涼，佢哋又冇事。喂，最離譜就係潘隊，我真係唔明。我認為呢一類嘅騎師。在香港騎下去對香港的賽馬事業沒有幫助，相反是有所損害。是馬迷逢產出馬場都是指著潘先生來罵，人家很欣賞潘頓那些馬評家說他的 EQ 一流，抵受得任何壓力。一個人能夠抵受壓力就好，但抵受這些壓力呢，我們的 EQ 高不是很欣賞。人會有些少良知，有些少羞恥之心。那你是不是真的騎得不好找什麼呢？可能你不是啊，但是你的騎法令人有疑點嘛。所以人家指著你罵，或者你沒有，你真的騎盡了，我們冤枉了你，但你向我們解釋一下，是不是？喂，那隻馬重啊，我不空，那你是一流騎師，你即刻告訴我，莫雷拉控制不到隻馬。咁啊，一次會有咧，成日都有呢啲咁嘅事發生，你叫人點信你啫？冇得信喎。所以香港咧，而家真係賽馬咁繁蓬勃，投資額咁高，梗係有呢啲禍害。而你馬會咧，視而不見。唉，我真係諗下，唔要得呢個競賽小組，我希望佢下一季咧可以完全執一執佢。啊，祁麗真係唔好做。咁做落去咧，令到馬迷，你知唔知？你唔跑，你咪冇跑咯。有人話嘅，所以我贊成香港啊，俾多一個牌，俾多一間公司去做馬會，嚇、啊、嗰、那個馬場咧就係買咗澳門嗰個馬場，就呢個馬又係香港嘅馬會嚟嘅，就唔係賽馬會嘅，佢叫港九賽馬會，有競爭又有進步。你知唔知？而家就係你冇競爭，你獨市生意，所以你人咧，你可以唔嚟賭啊？有啲人咧賭仔又冇志氣噶嘛，係啊鬧完又要賭啊嘛，係啊，你試下又要威又大頭、啊，你想對付佢好易嘅，你香港嚇、啊、林鄭特首會同行政局去傾，將澳門嘅馬會佢可以讓啲股份俾一間公司合作呢、這個。澳門和香港另外一間公司的賽馬會是氹仔的，是可以給香港人買的，可以接下投注的，即換言之香港有兩個馬會，你看看這個祁麗軒有沒有這樣先，敢不敢這樣先、你明白我意思嗎？明白有競爭有進步，你看香港巴士有三間，如果只有一間你就不要坐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有競爭有進步，我絕對 不贊成呢專利，即係你做，你做曬。獨市生意。獨市生一定有問題，因為你唔好跑。賭仔又。你唔好買啦。唔係啊，賭仔就身痕，算啦，鬧完就算。佢就睇中呢弱點，所以我向林鄭提議，不妨諗下澳門合作，揾另外一間公司，冇話佢獨市生意㗎。
我唔信啊！呢個英皇預準賽馬會到而家，你唔可以話我開多間馬會去跑馬，唔係一件咁難嘅事啊嘛？為什麼要俾？當然，如果你專營嘅，你又做得好嘅，我哋唔話啦。冇事，你而家有問題啊嘛？咁你又唔肯聽啊嘛？我哋係咪要動腦筋？話明年唔得，後年唔得，大後年得唔得啊？總之俾你一個威脅，你未必係獨市生意，即係等於澳門嘅賭權。以前啊，賭啊，嗰啲人大曬啊，唔中意輸咗。而家你敢唔敢？學下澳門啊！我講得啱唔啱先？你兩個馬會啊，睇下佢夠唔夠膽咁啦。佢一定唔夠膽，一定唔夠膽。以前我哋葡京賭啊，你買得細都鬧你啊！你一贏咗大啊，十聲攞咗你啊，貼士咁樣啊！而家敢唔敢啊？而家有冇啊？所以呢啲咪要唔好獨市生意，你要打破佢，唔使唔俾佢兩個牌，你睇佢點？香港馬會就唔同諗法，即刻刮啊！又諗下禮物咯。我今次俾只咧莫雷拉只真好彩啊！啊，你哋試下啦，即係呢只馬咧，佢又連出咗幾貨，我睇都係博多噶啦。啲嘢真好彩咧，買翻少少啦。希望上次啊，俾嗰只旺財啊乜嘢？喂，黃隱大師就十幾倍啊！呢次啊冇啊，但係希望中啦。即係我就係俾呢只真好彩當係禮物，輸咗唔好鬧氣我喎。贏了我就沒著數，那班友贏了沒了表示，如果贏了可以留個comment告訴我們，沒了表示贏了啦，有人聽到啦，是吧？黃隱大師十幾倍啦，這次是真好彩，買一隻試一下，我想最不好的作最壞打算都有位置的，OK？ 飲餐茶啦，總之小注怡情啦，希望開多個馬會啦，唔使咁計氣啦。冇錯，呢一節講到呢度先，下節翻嚟繼續啊！驚錯過我哋精彩嘅節目，而家上嚟呢個網址就可以訂閱曬我哋八大頻道，付費之後仲可以重温曬所有精彩嘅節目。記得要訂閱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， 同埋贊好我哋嘅 Facebook 專頁啊！